啊，尹正老师是个小球员啊，他什么什么都填了，他什么都填了，真是，而且都特别靠谱，一万加，嗯，一万加，极不稳定，是吧？是，就很，他就感觉他的回答的方式都很老实，就 yes or no 的那种大量。喜欢的音乐都写了，张国荣的所有啊 ，MJ 的所有 ，New Age、Hip Hop、巴萨诺瓦、雪狐，就是因为这个。对，喜欢猫。喜欢猫啊，男不养猫，女不养狗。他赢过这些人的原因是因为心花怒放的那种感觉。尹正，你是真的养了猫了吗？养。雪芙，你是为了猫还是为了我？在没有看到你、不知道你之前是为了猫。对，猫在。知道你之后，他要把你养成一只猫。原来那个他不一定是个人啊！哇，对，你养了几只猫？三只猫。你养了几只猫？现在家里还健康的有两只。原来你是什么品种？米克斯。你的呢？异短。啊。加菲能配吗？能。